十个习惯偷走寿命。第一名缺乏运动，第二名翘二郎腿，第三名坐厕看报，第四名刚睡醒立刻下床，第五名连续用电脑二小时以上，第六名弯腰搬重物，第七名用力排便，第八名喝水太少，第九名喜吃烫食，第十名喝过量咖啡或茶。养生之道：一、晨起喝温水，到老不后悔；二、早上吃生姜，生汤体又强；三、饭前一碗汤，不必开药方；四、多喝一点醋，没空上药铺；五、常吃一点蒜，老来四处窜。六、每天五蔬果，老人赛小伙；七、天天一身汗，一身不用看；八、有空勤拍打，健康你我他；九、睡前泡泡脚，涌泉三阴交。